面没有存。哎、欸。就是要来拍写真书的开工的第一套泡汤的照片，真的很冷，真的很冷，要死了。那就是我拍我了，你就从旁边侧录，我不管你。对，不用管我。好，好，你帮我随便一个找个地方放就可以，谢谢。可以帮我做深一点吗？再说一点。我吃好了，这是免费可以看的吗？Swear your love is ecstasy. Get high when you're next to me. I'm in the clouds. Your touch is my remedy. Lose all of my sanity. I love the sound of it. You're the only one. Way you got me feeling makes me come undone. Baby, you make it look easy. 这应该是没办法传上 YouTube 的吧？在那个时间节点前赶紧拍完，刚刚拉久了，哇，很焦躁。而且，因为我们刚刚用的拍立得是新的拍立得机，大家不会用，干怎么办？这印出来的东西好像不太一样，跟想象中不太一样。然后我们尝试拍，重拍很多次。What can I say？ 加到了吗？不不。还好吗？今天没什么加到，不急。不了不了，再说了。要开始拍吗？嗯。Saturday by the sea, got somewhere we need to be, we just stay here. Like the feel of something new, showing up out of the blue. 你希望什么？超大的。啊，现在是晚上8:55分，然后我们在拍最后一套造型。快睡着了，又刚吃了淀粉，我现在脑袋已经呈现只能运作10%的程度。小花姐，我明天早上还要5点起床呢，辛勤的大家。我会陪你5点起床。你只有你会陪我5点起床。他们可以晚一点。你现在感觉是你顺势就可以推倒拍拍了。我是今天男优担当了。对，男优担当。哈。他现在女友是一副要睡着的样子，啊！要练功，你知道？我觉得好像是你今天要出道的感觉。有哎 ，debut。好，来给个表情。好，太色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哦，来，从三，在我们中间。等一下 ，AD 感太强了，太强了 ，AD 感太强。镜头太没够，你这是镜头牛逼症啊！等一下看啊，等一下看他自己是什么样子的。是不是？我一瞬就是觉得，等一下这太夸张了，这不对，这超不对，这不对，对对，就是这里，这样让自己比较立体。他现在是盯着，然后不要睡着。那我就拍一只毛毛虫。我是只毛毛虫。我是一只花蝴蝶。你先。我是只蝴蝶，我会飞，我会飞。完了，我们主播要下线了。好了，可以了，跟大家说晚安吧。大家新年快乐。好，卡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拍摄的第4天，今天是第4天吧？哎、欸，这边后面有个左红。好了，好了。这是一个，我就傻嘛，要去上课了，你头发怎么可以这么乱呢？你可以再替我上课。
干巴的干巴的，阿桃你家的干巴的。怎么突然变成这个场景了？对，你刚才那些都是一个妈妈我不要的脸呢。加油加油！我们现在要来准备拍圣诞的造型，然后现在在布景中。你看，这张是驼背，驼背提着，驼背提着，可以，好，不错 ，perfect。好了吗？好 ，perfect perfect， 辛苦了。来，西米。好冰啊！这什么超级冰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好，很好，最后请回厨。是吗？对。怎么啊？没看过有人穿这样煮饭啊？早安。早安。今天早上化妆的时候，因为有些地方小，将会需要我眼睛闭上的话，我只要一闭起来，我就开始做梦，然后就持续好几次，我就感觉到。太妙，这个状况，我这状况拍最后一套应该会很差，所以刚去楼上补了15分钟的眠，已经好很多了，所以我15分钟有差。帅的。哦。好，再一个特写哦。AB 想拉满。真的，大家好 AB 哦。AB 是不是？嗯，这部我看过。对不起，画面太刺激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对了，坏事，今天音乐太健康了，换一个不太健康的。为什么突然砰的一声，我们就突然回到我家了呢？没错，在日本太忙了，就忘记拍结语了，哈哈。这一次冬之色很可惜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碰到下雪的日子。不过呢，虽然没有下雪，但我们还是有把一些我想要的氛围呈现给大家看。因为夏季空当初的设定比较偏向是还没有交往，就有点暧昧的氛围。这本冬之色呢是比较偏向刚交往的恋人，就在热恋期，然后一起去旅行，然后一起在小木屋里面啊做一些事情，像做早餐这样啊。就刚好冬天呢是一个想要和恋人依偎在一起的感觉，所以这本写真书就是想要让这样子的氛围呈现给大家看，希望你有感受到。那这本书呢一样跟夏季空有分单书跟套组，那我们这是套组比较特别，它有再附一本写真书。那这本写真书呢收录的就是我们圣诞服的造型，以及我可能会放一些幕后花絮跟一些新的感想在这本圣诞本里面。那这本书呢是不单卖的，它是只
有在我们的套组才会有，所以你只要买套组的话就会收到两本写真书，超级划算的吧，应该超划算的吧。那我们套组的部分1月21、28是最后两波的限量套组预购，但就算过了28之后一般的套组还是可以买得到的，但如果你想要抢的是比较贵的限量套组的话，可能就是要注意21、28这两个日子，我们会在8点的时候会上架限量的套组。这样这本写真书呢会在2月中旬的时候正式贩售，2月中旬的 FF 我们会在 FF 摆摊，那如果想要现场就是给我签名啊，或者是想要跟我合照的话，欢迎当天来找我。对了，我还会做另外一支影片，就是讲我们这次日本旅游的一些比较详细的过程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休みなさい，拜拜。懂吗？你就挤一下你的奶，奶就流了。这是第一次看到雪的风雨吗？おじさま、おかえりなさい。お風呂しましょうか。それともあたし？我被追女了。是，你舌头可以不用这么灵动。学福利点那个。到我们。对，就这样。不要这样。好懂。小江代替我去上课，我不想去学校。你是女仆队吗？什么？什么事情都会是班的人替我去上课。我随时可以哦，来3、2、1，等一下 ，AV 感太强了。